到娱乐一点新秀的非法聚会现在正式开始，只有我一个是外人哦。对啊。现在我们有请真正风流倜傥，陈主播请靠边站，的王子张栋梁出场，欢迎。我是你张栋梁。Hello， 栋梁你好。Hello， 你好，你好，栋梁你好。你还要握手的吗？对。Hello， 大家好，我是栋梁。好，我们请坐吧。好，请坐，请坐。那今天其实主要还是要因为等一下新秀八位就会去有他们第六场的比赛嘛。Okay。 那今天就会淘汰两位。对。所以呢就希望说可以从就是栋梁的口中呢可以得到一些意见或者是一些建议这样子。好，我尽量。好，那首先栋梁觉得其实应付一场比赛最要紧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是心态吧。心态要正确，就是当然心态包括不要太紧张啦，然后要去 enjoy 你的表现，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结合底下，那你的演出就会比较自在，然后大家看的就会比较开心，所以尽量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比赛，这是我觉得蛮重要的。大家真的都已经目不转睛，应该已经听进去了吧？好了，要不然就这样子。像我觉得刚刚讲得很好，就最后一场就去玩，这样子对。要不然就这样子了，我们请新秀们呢就一人清唱一小段， okay。 然后就让栋梁来评一评。那我们就由丁来开始好了。对。就今晚我一唱思路，思路呀，好吧。爱上了你之后，我开始领悟，陪你走了一段最唯美的国度。爱上了你之后，我从来不哭，谁是谁的幸福，我从来不在乎，谁是谁的旅途，我只要你记住。非常 jazzy 的一个感觉，非常的信，我觉得非常好。可是就是可能因为毕竟它还是一个歌唱比赛，然后虽然说是电视歌唱比赛，然后会包括很多的不同的要素，但是我觉得咬字还蛮重要的，就我觉得整体都很好，再注意一点点咬字，因为 jazz 是本来就比较慵懒的，可是慵懒之余还是要有一点点咬字，因为刚前面两句我不知道你在唱什么，就是我听不出来你在唱哪一首，后面才听得出来，所以 OK 很好。好，丁来加油，加油加油 ，Emily， 要不然你们就三个轮着唱，然后就栋梁一次过评。好啊，好。今晚我会唱王力宏的《爱错》，改成Country Rock。OK。Country Rock。加油。我从来没想过我会这样做。从来没爱过，所以爱错。我从哪里起飞，从哪里降落？多少不能原谅的错，却不能重来过。好吧。那我们下一位有请 Frank 好了。那我唱张惠妹的《我要快乐》，然后改去 Metal Rock 副歌部分吧。好，我要快乐，我要能睡得安稳。有些人不抱了才温暖，离开了才不恨我，我早应该割舍。我要快乐，哪怕笑得再大声，心不是热的，全都是假的，只有眼泪是真的。OK， 好。那我就今晚会唱李玖哲的《再见》，把它改成Light Rock。如果再见我，你能说什么？说爱我，我只是寂寞。原谅我冷漠，选择不联络，因为我担心你会听见我还那么难过。好棒，听着听着我很想继续再我很想继续再听下去，要不然就一次过栋梁可以吗？可以啊，我可以啊。那么就小丽姐然后我今天要唱的是陈奕迅的这首管他计算是以 Blue Swing 来演绎。有吓到一下，那我就唱副歌部分了。
为那飘啊飘啊的群跳夜起战争，赐予世界更丰富爱恨。为那拜呀拜呀的群神服百万人，对你我崇拜得太过分。唱得好投入，很有懒懒散散的感觉。对对对，我今晚会比较困难一点，因为我把许茹芸的歌改成 Tango。好看怎么困难法，快点表演。你说的话总那么好听，你爱不爱我不能确定，也许你只把它当游戏，我却爱得太用力。好，我要唱的是 Bossa Nova 版本的童话。唱 Bossa Nova 我喜欢，来。对，压力大唱的不是很好听，不好意思。就忘了有多久在不要紧张，再没见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我是Okay. 你知道吗？我发现今天你的那个麦克风变小了，是不是信心少了就缩水了？不是啦，人家就是要不要那么明显的啦，不要说出来嘛。對對對 OK， 好，请小小。到现在还不懂怎么讲那个版本，去唱吧，我唱冲动。好。冲动，我的心在颤抖，怎么和时间搏斗，虽然还是被捉弄，爱你的冲动心甘情愿被你玩弄。